没想到吧，我小趴也能单刷精英熔岩了，还是 SS 评分。零颗小趴的配置，三阶金枪，三阶金刀，七阶金甲，进化配方除了马刀全部拉满，精英一万刚出头，1分24秒见到了第一个 boss， 扔 T 的情况下白字186，打头的话暴击最高615，白字太多暴击有点低，打的还是很慢的，最终用了整整3分钟的时间，小趴才把第一个 boss 打过。打到这里小趴以为双 S 没戏的，因为打的实在是太慢了。6分46秒的时候开始打第二个 boss 小哈提，把他引过来，伤害跟第一个 boss 差不多，打身体白字180多，打头的话暴击最高是629，最终用了1分37秒击败了小哈提，这个真的好打，站撸就行。8分30秒的时候开始打最终 boss， 打身体白字180左右，打头暴击最高586，最终 boss 也是用了整整3分钟的时间才把他打败，太难了。让小趴没想到的是，我居然也可以单刷精英熔岩，而且还是 SS 评分。作为 UP 界的地板砖，小趴居然也单刷了精英熔岩，还是 SS 评分。你们想到没有？就这单刷精英熔岩 SS 评分，有手就行。